你觉得你礼貌吗？就刚开始的时候，可能就打 A 那把本来是能赢，但是因为就个人失误，然后那把输了。然后后面觉得就是打稳一点能赢，就是那种比较正常的局。预言家的话，就是整个人就在团队比较活跃，然后话比较多，然后会提醒我们就是中上两条路的中期分线的时候，就是防止被抓这些。然后防守打得比较好。后续团战感觉是要打赢，现在有两层那个被动，三层。一波可以吗？一波可以吗？可以，一波，但还是把你踢回去了，铁子。好帅啊，这人！我就感觉他能把你踢回去。他 W 眼小快，下波小心一点就好了。我OK， 一定要注意瞎子的位置。不是这个是我没想到的，确实。这能踢回来是真的没想到，但也要想到，因为之前中期不就是我们相对来说比较薄弱的点吗？我就希望回来之后能。让大家知道中期我们应该做什么，这个阵容什么时候它发力，然后我们会在什么时间点去打是最好的，这个很重要。我能顶起来，我没得，我挑起来，我挑起来，看一下吗 ？K 王，看我有我杀了，杀了 ，nice！ 看格温，看格温，格温，真死了，能打得过不？操作，打不过，操作 K 王，靠操作，拉扯，拿不了 K 王，拿不了 ，nice！就在场上可能有些东西看不太清，就因为旁观者清嘛，在场下的时候还是能看出一些问题，然后反正自己也在慢慢思考那些东西嘛。我现在不会怎么这么萎靡啊，知道了，这是最后一场了，一九九后面以后还是你们可以养着走左的话就是更偏进攻一方面吧，就是进攻打得比较好，其实就两种都有不同的风格，看去就是当时每个人状态，然后决定谁上。哎，身体好点了没？没事，现在都会投的。够瘾啊！够瘾，你的麦够力了。我说够瘾，够瘾啊！昨天说很不舒服。对，现在身体状态够瘾是吧？这样够了是吧？够瘾，那你很强。赢了之后回去赶紧歇了。快速两把结束战斗。因为这段时间首先是状态不好嘛，然后导致可能自己多少有点迷茫。今天六的我应该跳不起来。你太瘦了，没事，够赢吗？你怎么那么瘦啊？够赢吗？然后大家都挺想帮助我快点恢复那些状态的，就是我自己也争取尽快调整过来吧。可以了，今天预言家第一场，放轻松。啊，今年第一场，先放轻松。预言家老弟，小操不行，轻松，没问题。什么小操？重返赛场肯定是比较开心的，因为打比赛感觉很好嘛，就是也一直很想打比赛，一直在等这个机会。就是长时间的替补也会让我有一定的成长，就是也经历了这么多嘛，也会想着一定要做出什么改变才能，不管是回到赛场还是为了让队伍做得更好，我都要是做出一些改变的。不要在卡利斯塔那条路上一直打，我们要在中路或者上面打。 okay, 前面先避开卡利斯塔，然后等我们一些装备起来，我们再在中路找机会。 OK， 就是我能回到队伍里面，就是带给大家的帮助不是去告诉大家要做什么，而是告诉大家什么时候不能去做什么。你上三秒一，上 K 王身，上 K 王身，都没大，上也都没大，慢慢来，他们要回头 in 你们的，慢一点，来打过，哥那个女坦 nice， 东前锋，赢了 nice 啊。和杰克的配合其实没有看起来那么好，就是可以进步的地方还是有很多，因为也是刚回来嘛，我们还是需要一起努力去做得更好，才可以赢下后面的比赛。这虽然赢了 RW， 但是没有做到最好，
就是个人的状态吧，因为其实我们团队虽然就是有点输，但我觉得就整个团队整体还是比较往好的方面发展，然后就有的时候会被就是线杀，然后不太稳定这种，所以说还是需要继续调整。